我是公共电视台的113年9月5号台中站台中站9:50首发热线111次哦，七五八特中三线看房聊的西部又直直的啦，我们三线是二门的横江岭28，你看豆田啊，连豆田啊，绿色带新能机大列车在台中站关闭车门，台中开之后直达嘉义哦。可以呢。喂，9:51九月五号。好，关闭车门。这里拜拜。再见了，我的111次刚访了3028篇豆藤友，绿色带新能机扎赫在台中站树立了，去跟他讲9:56，九月五号，两个各位支持台江，拜拜。